目前在北京安贞医院做大小手术，大概很顺利的情况之下，假如不用替换循环，没有任何并发症，也不用特殊的输血，不是特殊的血型，手术前一两天住院，手术后呢，一个礼拜左右能够恢复出院的话，大概是8到10万块钱左右。当然了，这是在目前呢。北京的医疗改革啊，收费改革还没有完全都是到位的情况之下的价格，因为现在目前北京市做大小手术，手术费很便宜，才2200块钱，不管你做多少手，大几根桥都是2200块钱，这个可能是不利于